我宣布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。 这些基建不但缩短了出行的时间，拉近两地的距离，更逐步形成了粤港澳一小时生活圈的理想的布局，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极为有利的良好基础。要将港珠澳大桥打造成为连接粤港澳三地的明星桥。 大桥运营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继续发扬在大桥建设期形成的充分尊重、沟通协作的合作精神。